我下午去上了歌唱课之后，然后回家我就练习，然后练习完我才突然想起来，我有一首歌还没有录，然后我就录到了11点多，然后就没声音了，被我老师知道的话，估计会被杀掉吧。还好啊，你一个礼拜去一次而已，没有啊，就是下个礼拜啊。之前就好没有了啊，就是说声音的使用不可以这样子啊，就是 把它用到整个坏掉才啊。又开不始要休息说这你样。的声音，我想要怎么使用，关你屁事。你敢追我老师，我打你哦！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有跟老师说，哎，他就因为他们会问嘛，就问说，哎，你想学唱歌的原因是什么？你想要进步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说我有在经营实况啊，歌唱的实况，然后我想要。诶，挑战不同的曲风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那你粉丝团是哪一个？”那我就不疑有他，就说：“哦，我的粉丝团这个。”然后就直接按赞，我就直接傻眼。好好哦，然后附加一好猛哦，个词，好棒赞哦！加一。然后老师按赞的那个文章下面，我看到有人回火焰球。就是不是会写哎 欸，是谁谁嗯？你不是说你上课的地方有一半的人都是你的粉丝吗？没有，那是另外一个人哎讲的，而呦！且我觉得那个讲的人现在搞不好在听台，就是那边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还是那个，反正他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反正就是我跟维腾有一点渊源嘛，就是之前贴图的事情，他有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就每天都会传干话给对方，这样，就他都会传他吃的东西给我，然后我都会回一些垃圾话，这样，比方说他传他吃那种小火锅的照片给我看，然后我就会回好像厨余有恶心 之类的，就这种，然后。他是台南人，所以我们那个南区台剧住台南的时候，他就抱一箱，就他觉得来台南一定要吃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好邀像有什请么他，芦荟，还有什么料，有饼干，什么奶茶然后有啊？花生花奶生牛茶，奶啦，花生，啊，花对，生花奶生牛茶，奶，花生牛奶，那应该也不是真的鲜花生奶了，牛奶。但我们就还是叫他花生牛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进来跟我们一起打桌游，这样，他就在，而且他一进到 我们一起进民宿的，被我们吓坏我们了。一进去第一件事立刻打开电视，然后他有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就 MOD 吧，然后我们立刻转到成人频道，然后好爽立刻破解家长密码，然后开始没看错，免他的费的，密码是多少？一二零诶，一二零三零零零还四，是一二三四？我忘了，反正一二三四吧。而且我们是连破两间呢。对，我们第一天就已经破了第一间的没那有第一个间没有成密人频码道的密吼。码。有啦，第一间有密哦，反码啊，正我们前一天住第一在间。高雄，然后住在高雄那间就零零零零，然后我们住台南那间是一二三四，对啊，呵呵，然后干就，破题大师然后就会看，然后开始看预览这样，然后预览就哇，然后。我也很想说，哇塞！你们一进民宿，那个行李都没有拿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全部坐下来看那个 A 片的免费预览，好可怜哦！我们第一天不是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猫什么喵喵的那个什么 东你不西要啊？喵打喵广派告对啦，还是什么？不要帮他们打广告啦！不要讲出人 家名对称啊，呐、白痴哦！反正就这样，就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带我们去夜市，他就说。因为我们每次都吃二师傅，然后他一直说另外一个 夜市里面有更好吃的，这样他要带我们去，然后结果我们在夜市里面就流连在那种 射箭啊、射飞镖啊太久了，所以我们就没吃到。那可能觉得哎、欸，很射箭真的很难呢、欸，射箭这超难的、欸，我还以为我可以跟半藏一样，结果我连拉弓都拉不动。对啊，你那个弓一直斜到快要打到旁边的人，我超怕你被揍的。我一上场就说：“敢让你们见识一下北投半藏的威 力。对，就”他结射果一连弓都发，拉不他了。结果没有一次把弓拉满的。就是他不是拉满，就是你要把那个拉过来的那个靠在耳朵旁边嘛，就是耳朵附近啊，这样抓在脸颊这边，发嘛完全没有办法抓到耳朵这边，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说，他就问你要射十支还是二十支，我自己跟老师说干来直接二十支来，然后射三支就没力了。我记得是两支，三支啊，三支。可是你有两，你有一支射在地上啊，我这样讲很怪怪的，这精华就会。哪有，全部都射在上面啊！越讲越怪，越讲越怪，已经不行了。我三支都射在靶上，好不好？好好好，跳过跳过跳过，好跳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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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后来就换六探射了，17连发，没有探真的是满头大汗，蛮有天分的，真是满头大汗，蛮会射的，17连发。然后维腾可能就有点觉得很，他自己觉得他怎么会没有先去买卤味，然后还陪我们这边玩那些烂游戏，这样导致后来没买到。所以他就很愧疚，他隔天我们要退房的时候，他就传赖给我说他要买东西给我们吃，可是我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只是想说好累哦，晚上还有事情，那早点回台北好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还没有把行程跑完，我们就直接就是回就是去高铁站了，去那个那叫什么沙仑，去沙仑了，然后到沙仑的时候，维腾直接打免费电话给我，就说你们在哪里呀、啊？我已经买了1000块的咸酥鸭给你们吃。然后说没有，那时候是我们已经到高铁站了。他就沙仑啊，就对啊，我们就已经到沙仑了、啊。哦，然后没事。他说你们在哪里？我在那个黄机车的门口等你们呢。我已经买了1000块的咸酥鸭，然后我就说哈，我们已经在高铁站了。他说真的假的？然后所以他自己还是尬了1000块的咸酥鸭。然后他问我们说那要不要我拿去高铁站，我说你白吃哦，自己吃啊，不要过来啊。真的，我说不要让我们带这种东西上高铁啊，白吃哦。他就说可是我帮你们买了1000块，我自己又买了一些。我说那你就吃多一点啊。吃到死。然后他说、而且那时候在夜市的时候，就是六单去买一个热狗，然后那时候就是粉丝要找他拍照，然后我们就没有手嘛，我们大家一起拍，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请维腾帮我们拍照，然后我就说，欸，我们竟然可以有幸请到这个粉丝团快90万的人帮我们长进，欸，我们好荣幸哦，真的好夸张哦，是我的10倍耶，太神奇了，好真的，是我的钱好像没有他多，真的，我们全部人加起来没有他多，真的。好可怜哦。然后他就说可恶，本来想让你们吃的不要不要的，怎么是我自己吃的不要不要的。有够可怜。他买什么炸鸭肉，就咸酥鸭啊，咸酥鸭。对，他一直因为我还没有去台南，他就一直跟我说多好吃多好吃这样，结果他就买来要给我们带，就是要买来给我们吃的。好可怜哦。然后下次我们去台南，你还是要买给我们吃。对，好过分。下次我们一到，我们就要吃到咸酥鸭，就是当做答辩的入场费。就是你一，欸，他是第一次玩呢，欸，然后我们就是让霸凌他，直接把他打到死，欸。他已经他没有吧？活到很后面吧？我先死的呢。我记得他是叛徒，哦，没有，因为没有他是坏人，他跟我一对，妈的。啊，我也是坏人啊，你他妈直接打我3枪，我就去洗澡了。不是哈，我想说你看起来我好像黏黏的很不舒服，我就啊，先送你去洗澡。没有没有没有，你把他打到剩一滴血，你把他打到剩一滴血，是我把他打死的。好烂哦，好烂的队友。好了，反正维腾，我怎么知道？反正你有在听哈，我现在就跟你讲了哈。我们明年去台南啊，就是要咸酥鸭啦，好不好？还有卤味，不然哈，你就不能一起跟我们看免费的 A 片了。你就不能看预览了，而且只有预览而已。对，你就不能跟我们一起看预览，别闹哦。讲的好像可以一起看预览有多珍贵一样。然后明年还有那个谁，小宪啊，好不好？你现在回去台南了嘛，对不对？欸，真的，欸，对哈，对，对对对对，还有小宪，对，好啊，你啊，嗯，想跟我们一起看那个。免费 A 片的话，免费的 A 片哦，自己注意一下。好过分哦，怎么讲啊？他第一次踏到我们住的地方，就
感受到鸟屎的深渊之风。哦，真的，哇、哦，真的是来自深渊！哦，天哪 ，Oh my god！ 反正就是鸟屎，它大便极臭，然后它就马上就冲进去大便，这样，然后我们都说那也是深渊，千万不要进去，千万不要进厕所。结果它一进去，那是第五层，它一进去就感受到深渊之风了，直接吓到。因为有人的那个厕所门没有关，对，直接吹出来。超恐怖的，真的是诅咒哎！但是是蛮轻微的诅咒，就是只会让你有点头晕，然后想吐。还不到没有，我觉得那个已经那个你再待久一点就会七孔流血。好恐怖！我觉得他在高雄的比较过分。高雄你也很过分啊！你说我也很过分吗？妈，你们都超过分的好不好？你这是深渊那个。一到民宿先拉屎有什么过分的？我们根本就已经是坐很久的车、欸，你就是黑底呀、啊，到超深的地方、欸、超恐怖的深渊。还好我那时候没进去，不然你们现在看到我就是一只猫了。不要雷，不要雷，不要雷，不要乱说话。不雷不雷，哎、欸，你不讲也没有人知道啊。但你就不要乱讲嘛，是不是？就这样，下午去上课，上完课之后我就非常愚蠢的。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七点多才回家，我四点就下课了。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去地下街走一走好了。然后我就在台北地下街晃一晃，就我发现现在一般路边的摊子我已经没有办法进去逛，我觉得好无聊。我只有游戏区我进去看而已。哎、欸，而且你那时候密我的时候，我其实很挫，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你。好可怜哦！我真的是超随意，因为我那时候准备要开台，因为我超随意问八毛说、嗯欸，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然后、嗯、他就没接，然后他突然问我干嘛，然后我就说没啊，我下课了，我想说要不要去逛逛，就他就回我说你现在是在约我还是你要自己逛，然后我就没回他，因为我很久之后才看到，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刚好在。一个蛋糕店的前面，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吃蛋糕吗？”然后他说：“你要过来吗？”然后我就说：“随便啊，就如果你要吃，我就买过去。”然后他就说：“都可以啊。”我说：“你是不是要开台？”他说：“没有啊，如果你要来，我就晚一点开啊。”我说：“那没关系啊，明天再见喽，拜拜。”完全猜到他要做什么了，怕点 JPG。敢怕哦，因为上次你就说什么跟我逛街很无聊啊，如果可以逛的话自己逛比较好玩，然后我想说你到底是想要约我还是不想约我？那是因为哦， oh. 那是因为找他去逛衣服，你知道嗯，好像也不是你知道，反正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一起要逛街，然后你的另一半对你要逛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他就是会一直。就有点像暗的跟随一样，一直跟在你后面。那也没什么不好啊，就很有压力啊。不是很多女生都很那个吗？很享受这样的感觉吗？又不是、那個、就是逛得很好，逛得很爽，然后旁边有人帮你拿东西这样子。又不是炎龙骑士团，干嘛一直跟着我？我脑子里突然就是那个整个部队，然后后面超多人跟着。所以你是需要有讨论吗？没有，我本来就是希望他可以陪我一起，就是哎。欸好像也没有这样期望，但就是有你有，就是本来是想说两个人一起出去走一走啊，散散步，看一下衣服什么的。但是他就是启动跟随模式，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的队伍后面，我觉得超有压力的。是有什么压力？而且我也有附和啊，说哎、欸，你觉得这件衣服好看？我说我觉得不错啊。没有没有没有，有啦，我有好不好？我有，我真的有。而且他是。八毛是会这样讲出来，讲出来。比方说，我拿一件衣服说：“你觉得这适合我吗？”然后他说：“适合，好看，好看，好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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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是以前的我，现在我不一样了。我现在会说：“嗯，我觉得嗯，还可以，应该可以再多看一点吧。这个感觉，这个颜色，你上感觉其他颜色也不错啊。”你上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对我挑的衣服有这么多谏言过。有啦。我觉得没有，他给我最不是因为，
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件衣服你到底是不是你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就说很丑，然后你又会不开心。啊，如果你啊，如果我真的说我不知道的话，或是一些类似的答案，你会在那边说哦，你都会敷衍我，因为你就是在敷衍我，很好感觉到啊。欸、没有，后来我跟斑毛都已经进化到就是，我就穿好，然后说适合吗？然后他就会点头摇头，然后我就去把它换掉，这样。不管我点头摇头，你都会把它换掉啊。啊，当然啦、啊，我又没买下来，当然要换掉啊，不然呢？不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你要去台剧什么，你不是先问我要怎么穿吗？哦、要穿什么比较好看吗？嗯。我、哦、看我每次都说，嗯，这个很棒，这个很棒。你说，嗯，那我再换下一套给你看哦。不是啊。我说，小、啊、我就觉得很棒哎，你干嘛？小朋友，你应该懂吧？你应该懂八毛那个，就算他很认真在称赞你，你也觉得他好像在说反话的感觉。干，这个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涂靖峰。我依据你的回答，我等下会不会去？啊、等下会不会去厨房？等下，我讲一句最实在的。你说，嗯，我不懂，因为我没有被他诚心的称赞过。哦，我先去厨房一下喽。不，有吗？你有诚心称赞过吗？有啦，小六，你真的很，你真的好帅哦。你看，就是肿的没。干，这也不行。安内马比赛啊，不，这样不行吧 ？Wendy， 可以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哎、欸，不是，可是没有，刚才那个比较夸张一点。可是老王，我在帮老王挑衣服的时候，我确实是真的就打从内心就说，嗯，我觉得这样穿还不错，可以。干笑屁哦、喔！我是认真的表情，我还开视讯给你看呢、欸，我还开视讯给你看我的表情，嗯，这個、可以。OK， 嗯好啦，这样算他过了啦，可以啦，我觉得好像 OK 了，可以算过，可以。你、这个叫什么放羊的小孩哦？没有，我觉得可以，如果是你刚刚的语气也可以，但我可能之前没接收到，可以。好，换下一个。好，OK。好笑，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他说高雄今天晚上有一个超臭的味道。就是请问大家有闻到吗？对啊，高雄在举办 Overwatch 的比赛是不是？原氏绕境，超臭是有人在那边跳是不是？小六，你该不会在屏东家有放出深渊的风吧？那也不会吹到高雄去吧？不一定啊、我刚刚是有去左营打高铁、哦、是不是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在左营不小心排出了一些深渊的风？还是你高铁在经过的时候，你不小心放出了一点？还是就是你从左高铁没有窗户啊，不会吹出去啊？哎、欸，不好说，排气清，排气清，因为做一个白底上面刻成排气清啊。哎、欸，蛮酷的、啊，这个称号感觉鸟屎应该可以跟我抢一下吧？哎、欸，那鸟屎要叫什么清啊？他就是，不然就。叫做臭屎青啊！臭屎青，臭屎青，臭屎青，真的？可是这个又感觉不太帅。没关系，他们就排气青一跟排气青二就好了，无所谓啊，还我才不在意呢。好烂啊！两个垃圾。那我要什么青？那我是什么青？我是排骨青，我就青青晕晕青青，青青晕晕青青叮当。到底在唱什么？叮叮叮叮叮叮在唱什么？哦、oh, ，消费。林俊杰，哇哦，林俊杰！我不要打肋骨针。为什么你会怕、啊？我不要打肋骨针的针，我不要。跟我同事去游泳，然后因为我还在练换气嘛，我就没有去那个，我就还在练习水道这样。然后练习水道还是它会有两道嘛，还是会有过去跟回来这样。结果就有一个女的站在中间，两个水道的中间，嗯，然后我就慢慢的游过她，她就站在中间，然后我就看着她，我想说她到底要不要游，我等她等一下下，就发现她还是停着站着不动，然后我就稍微就开始想说游过她，就在我快要接近她的身体的时候，她突然起来做一个蛙式，直接踢到我肚子上面，她是不是在等我？她其实是一个陷阱吧。
突然想到超不爽的。他一直用斜眼在偷看你，说干，终于过来了，妈的，给你一记佛山无影脚。有人经过才会自动触发的。对啊，超过分，而且还站在两道的中间呢。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他到底要不要往前呢、啊？可恶，超痛！你就超车啊，然后用脚狂踢他的脸啊。我做不到，我光我一被踢到侧腹，我就直接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站在那个就马上。跑到那个岸边，在那边扶着肚子，想说好痛好痛哦、啊。他没有注意到吗？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踢，了就往前啊。干，我觉得他是肇事逃逸，他是知道的，直接肇逃。我会没发现踢到东西耶。反正他也许他发现了，但是他就不管了、啊，想说搞一逃，不想让你超车。没错，反正就被发动，又被踢过脸，我的天。欸，因为蛙式我真的是怎么学都学不会耶、欸，我超像智障的。上次小六教我蛙式，结果我怎么游屁股都会在水面上，为什么？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你屁股有之前有充过气啊？看我屁股，谁会在屁股充气啊？怎么样也是充在胸部上吧？我屁股已经够大了，还充个屁气啊？干！没有，我觉得八毛会怪怪的，是因为你太常同手同脚走路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同手同脚，有没有？欸、我超同手同脚的、欸，为什么会这样？知道就很怪啊，好像是安全屁囊，好像是我的上半身太往下了吗？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但如果把头抬起来一点的话，屁股就下去了。但如果把头抬下去，就是往下一点的话，屁股就浮上来了。我好安全哦！我没有，我没有很会游泳，普通 踢的方式不对。没有他超会游泳了。他跟我说，他之前是游泳的那个国手。屁呀、啊，乱说话！他说他超厉害的。他说有聊天是有种来跟他单挑这样子。干你！可以啊，单挑三个小时，三个我那个游1500，大概要游两个半小时左右吧，这样算超会游泳哦、啊，这样算超会拖时间的。